哎，你在讲哎，你发现哦，够够够，我听你这样拍婆啊，你看啊，你，哦，一直听阿叔无五平哦，啊，唔知阿谁拍婆啊，阿你啦吼，哎，几公里啊，五公里，这个叫嘛？可以嘛吼，可以再拍婆啊，可以嘛？哦，哎，太多人了吼。 时间的关系啦吼，啊，互伊放两届就好啦，安尼啦，因为还佫在位，还佫有接驳的啦吼，啊，所以讲了看吼。
咧家里吼，虽然是小小的单位吼，即马拢只系少年的吼，啊，少年的咧成果，啊，咧成果吼，哦，你若看庙会吼，迄用一个车咧拖吼，迄叫做压钢鼓，啊，就安尼拖几桌吼，我咧讲迄到底吼，真好看，真好看，啊，即马拢只系少年的啦吼，我有哪样讲，但是袂晓讲出个啦吼，我拢会晓，若咧挂香，我会晓讲迄上钢鼓安尼啦吼，安尼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即种股吼，啊无好啦吼，A 就 A，啊 B 就 B 啦，安尼啦吼。毋通讲啊 B 啊，硬要讲 A 啦，安尼啦吼，安尼有人先会闹鬼，吼。啊，所以讲呢，即摆搁落来呢，哇，咱个新元山个国乐团，啊，咱个国乐团呢，由咱个卢志业老师呢来领导，哦，啊，卢志业老师呢会使讲真热情啦，吼。伫遮演奏呢，无几分钟啦，啊，就搁调往伫台南来到遮。啊，演煞演奏煞，伊就要倒转去台南。你啊看迄个时间吼，啊，爱浪费偌久呢？吼，爱差不多一两点钟啦。啊，讲吼，讲啊安尼，伊十外分啦，安尼啦吼。啊，所以讲有人声吼，伊作热情吼，咱、老师作老师作非常的热情啦吼。啊，咱即马落来就吼，咱来即、這个国乐团啦吼，咱来请咱的卢志业老师哦，大家热烈的掌声吼。